这个庄敬奇的方式啊拿出来，现在后撤步的三分球啊都要会。哇哦，这个球摆进了，这是一个进钻夹拔的机会。来看一下林书伟，这一男篮的教练帕克教练取的哦，嗯，命中率比较低啊，地盘只到铜锣湾，还没到屯门啊，还不够那个南边呢。外围的出手有年度防守球员，哦，其实有一些 credit 也可以给吴永生一些参考的空间。对，我觉得他在于第一线这个压迫，的确给了对方的后卫在光带过来都有一些压力。嗯。不过趁着吴永生没有粘上来啊，嗯，张中线踩在线上，力道稍短，林书伟把球偷回来，空中拉一杆球摆进 ，top shot。哦，在第三节有前克尼想打一个立足为伍，放倒了林志杰，但球也掉了。嗯，哇，这制造出来一个，哇。林书伟快打这两分啊，也现在把比数慢慢的拉开了。不过现在重点在这两分多钟了，你还是要挡住一到两波的攻击才行。双方依然有五分的距离，林书伟变速交给赛瑟夫，这两分拿得轻松，要记上林书伟的助攻。对，哇哦，这球不可思议啊！而且又是一次防守创造的快攻机会，选择交给队友拿下分数。哇，刚刚庄东健那球加上这次的防守，可能这场比赛要定掉了。